主要城市代步，是买迈腾还是买帕萨特还是买 CC？ 我看你这是就可着大众买哈，这个看来是喜欢大众品牌啊。这三个车型其实它每个车的特点不太一样。你要说买帕萨特，它是一个偏重于舒适的选择，就是无论乘坐还是驾驶都更加偏重于舒适性。但是帕萨特这个名字在中国这么多年了，多少有点商务气质，对吧？比较浓郁了。另外就是在路上跑滴滴的帕萨特也比较多，所以我觉得基于个人使用，城市代步更加推荐你看看迈腾和 CC。 当然如果说喜欢帕萨特，喜欢更加舒适的驾驶感受，你可以看那款星空版的帕萨特，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哈。迈腾呢属于是那种自己开着，就是底盘更加硬了，整个风格更加欧洲的感觉。但是在我看来，咱说自己用，对吧？以城市代步的话，为什么不买一个更加帅气的外观，那就是 CC 列装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列装确实很好看，而且算是一个类似于旅行的设计，后备箱空间大呀，实用性也不错，对吧？所以颜值上 CC 列装我更推荐一些。怎么选择？像刚刚说的，我就喜欢帕萨特，喜欢那种比较软的驾驶风格啊。你买330 TSI 星空精英版是没问题的，指导价20.59万，价格比较便宜嘛。终端优惠之后，基本裸车20以内是没问题的。配置方面，基本上咱能想到的都有了，什么电调座椅啊、倒车影像啊、座椅加热，对吧？而且，帕萨特呢，它是标配了像主动刹车、自适应巡航的，整体表现也还是 OK， 没问题。像我刚才说的，我比较喜欢欧洲车驾驶感受，底盘更硬朗的话，迈腾更推荐一些。迈腾其实可以买到330 TSI 的领先型，21.19万，终端优惠之后也基本在20以内裸车啊是没问题的。就这车属于求实惠的选择，哎，我觉得挺好。可能是三四十岁或者四五十岁，我觉得开个帕萨特、开个迈腾更适合。你要是年轻一点，二三十岁肯定上 CC 啊，对吧？不管是 CC 还是 CC 列装都挺合适，因为年轻嘛，颜值好看。CC 列装啊，建议买呢列新版，就是380 TSI 2.0T 高功版的，售价274.9万，价格会贵一些，但是终端优惠之后裸车低于25是没问题的。这个版本一个是配置更全面，相比前两个车来说的话，动力更强了，对吧？像全套的 L2 驾驶辅助啊、方向盘加热、电动后备箱、前排座椅加热、通风都给你了。所以我觉得，一个是基于颜值，包括基于配置、基于动力 ，CC 列装我更推荐，主要还是喜欢那个外观。所以说，基于城市代步，想突出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风格啊，哎，想帅气的话，买 CC 列装我觉得特别合适。